那有了这个好的标准，我们就会去看，哦，原来大概有三四成的小孩子是因为尿不干净才得泌尿道感染，甚至得到肾结石。这样子叫做尿不干净，所以我们要给他某一种治疗，也许是复健，也许是药物，然后来改善他的膀胱排空的能力，这样子。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蔡文馨医师，欢迎收看今天的智为人医守护爱。根据卫生福利部制定的儿童健康手册里面，它有提供家长可以参考的儿童正常的身高、体重以及头围的肠膜，但是大部分的家长可能不知道正常的小儿排尿标准在哪里。现在台北慈济医院的泌尿科研究团队啊，他们建立了一个最新的儿童排尿标准，命名为慈济肠膜，这可是经过国际标准认可的最新小儿膀胱功能的指标。您的孩子排尿正常吗？你如果有这个疑问的话，一定要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因为我们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正式建立了这个慈济肠膜儿童标准排尿功能的杨旭帝医师，来跟我们谈谈到底什么是慈济肠膜，以及它如何运用在临床的治疗。我们一起来欢迎杨旭帝医师。啊，主持人好，大全球大爱台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杨旭帝医师，大家好，欢迎。我们来接下来介绍我们今天的 call-in 团队，第一位是儿科部蔡丽萍主任，第二位是血液科万祥林主任，第三位是职业医学科赖玉明主任，第四位是胸腔内科黄义志医师，第五位是耳鼻喉科苏望玉医师，第六位是核子医学科周玉祥医师，第七位是外科加护病房钟宇琦医师。欢迎观众朋友，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 call in 进来。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教部长，什么是肠膜啊？这个在临床上的诊断运用上是如何运用的？肠膜其实在观察小孩子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很多家长一出生的时候，当你有个第一个小宝宝，政府就编印了这本儿童的健康手册，那你里面给他打开来看呢，就有很多的这种曲线图，其实这是一种肠膜。那我们可以从这个电视萤幕这个可以看得到，像这个就是讲小男孩的体重的肠膜，所以他最高的这条线呢，可能是在画 95% 的位置，那这下面一条是 5%， 那你就可以按照你的小孩子，哇，我的体重在这里是怎么样，跟大家有一样吗？那我们呢就是用这样的概念来建立一个小孩子膀胱的一些功能的肠膜，比如说什么叫做尿的干净尿不干净，膀胱应该要多大，等等的这些东西。所以相对于我们平常知道说，头围到底多大叫正常，什么年龄，然后身高体重，那这个泌尿道的这个排尿功能的肠膜也是因为用这样的概念出来的。对 对, 对, 对、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说啊，正常是这样，如果你不正常，脱离正常太远，那我们就要设法用什么方法把你再拉回来，所以让这个孩子可以顺利长大，这样子。所以杨旭帝医师他率领的研究团队研究出来的最新的小儿排尿的标准啊，它命名为慈济肠膜，这次在亚太儿童的泌尿医学会上也发表出来之后，也是大受好评。我们一起来透过下面这段 BCR 看看会议的状况，以及慈济肠膜如何运用在小孩泌尿道疾病的治疗。2013年第十五届亚太小儿泌尿医学会选在台北慈济医院举办，会中共有17个国家的学者发表80多篇的小儿泌尿主题论文，同时更针对亚洲开发中国家常见的小儿先天性泌尿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Many hypospadias common in the Asia, especially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y.And the other one is spina bifida. Spina bifida is one of the serious, complicated disease in children. 台北慈济院泌尿科团队历时5年，测量1200多位儿童的尿流速和余尿量，命名为慈济肠膜，成为全球第一个儿童正常余尿量标准值的资料库。这个数值的提出，将来可以运用在治疗儿童泌尿道感染、尿失禁、水渗等问题。用这样的方式、这样的模式来看，说这些生病的孩子，
这样子叫做尿不干净，所以我们要给他某一种治疗，也许是复健，也许是药物，然后来改善他的膀胱排空的能力，这样子。Gives us a good inside view of whether this child is emptying their bladder efficiently or inefficiently, and that can change the treatment completely. 来，你转过来啊！你趴着，这样就可以了。罗炳峰小朋友三年前在肾脏的位置发现一颗4公分大的鹿角结石，杨旭第一师透过磁际肠膜的标准测量炳峰尿流素的状况，追溯他的发病原因。拿出来说他是尿不干净，尿不干净，所以才造成他泌尿道感染，才造成他得肾结石。那我们就开始用早期卢塞训练，早期的让妈妈或阿妈教他小便，找出发病原因。透过治疗和卢塞训练，炳峰肾结石、肾水肿的症状已经消失。经过3年多的追踪，没有复发的情况，恢复情形良好。以前拢无啥要啉茶呀，啊拢啉较少安尼。放尿拢较细泡安尼，啊，即摆拢啉茶啦，食水果啊，放尿拢变作大泡。常年研究的累积，让台北慈济医院泌尿科团队能够为泌尿道感染的小病患准确找出治疗方式，再以药物或复健来治疗，大幅减少需要开刀手术的机会。未来这个检测方式也可以进一步连接成人泌尿道的问题进行追踪，在泌尿医学上做出更多的贡献。杨部长，我相信有很多妈妈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她的孩子到底一天尿几次才算正常，甚至是一次尿出来的量多少才正常？可不可以你依据您所建立的这个磁际肠膜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小儿到底排尿什么样叫正常，什么样叫不正常？那很多妈妈都有这个疑问，如果说我们用小学生，因为其实不管在讲什么标准，小孩都要跟年龄有关，小学生大概要尿一天尿6到8次，然后尿多少就要看他的年纪。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讲说最重要是讲什么叫做尿干净或尿不干净，因为过去没有人建立过这件事情。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图上面来看，我们刚刚讲这个肠膜其实就很多条曲线形成的，那像这个就是95%的孩子呢，他的余尿的这个上限只是这样子。下面这一个呢是年纪，所以你会看到说随着年纪呢，他这个余尿就会越来越少。可是在过去来讲，没有人提出这样一个标准来，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第一个标准。那我们医学上常常为了简化大家的记忆，那我们就讲说啊，6岁以下呢，如果余尿在20cc 以下，我们就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如果20cc 以上就不太好。那小学生就7到12岁的时候呢，他的余尿应该在10cc 以下。那如果你的在10cc 以上的时候，就表示不太好。所以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或者是参考这个详细的图呢，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年龄，然后给他一个余尿的标准，来看看如果尿不干净，我们应该要做下一步的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来改变它，然后让它可以恢复健康这样子。所以其实您刚刚提到不同年龄孩子他也许余尿量啊都不一样，那当初你为什么会想要去研究这个儿童这个标准膀胱的功能到底在哪里，而且他以过去曾经有的标准有什么不同？当初一开始其实大概在10年前我们开始在想到底台湾的孩子尿尿是什么样的情况，当初只是想跟世界上做一个接轨，我们也跟别人一样而已，就坐下来发现说国外的很多的数字其实不见得正确，那我们就去跟他比，比如说后来我们一样讲这个到底什么叫尿干净，这个余尿这件事情，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世界儿童尿失禁协会的标准说20cc 以上代表不正常，那我们刚刚讲跟年纪是有关的，那我们这个下面这一行就是年纪，所以您发现说，这个 20cc 如果我们用全部的小孩子来看，就发现说这个好像太高了，所以也不是很恰当。或者我们用余尿占这个膀胱的10%的来算的话呢，成人尿失禁协会上是说10%的余尿量是可以接受的，结果我们发现说在4到6岁的时候，这个数字其实是比这个高的，7岁以后呢，又比10%低，所以表示说过去这些所谓的世界标准是建立在专家意见上面，专家就是2-3个人认为自己很厉害的人来讲这样子。那其实我们根据1200个小孩子真的一个一个去排队，又发现说，95%可以做到的数字跟世界标准是不一样的，
也因为有这样一个重大的发现，所以世界儿童尿失禁协会决定修改他们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就在过几天，2014年就会登出来这样子。那现在已经在网络上开始给大家做参考。所以其实是杨医师，你从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对，然后去做了一个很大的研究，所以终于就找到一个，你建立一个叫磁记长膜。这个到底花了多长的时间研究时间？中间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其实哈，在做这个的时候，一开始是十年前刚刚讲嘛，很简单的一个构想。那一开始做，我们就发现有些问题，说，哎，奇怪，怎么我们的跟国外的好像不太一样？那后来来到这里以后，我们就发现说，哎，其实我们这大概在五年半的时间去做1200个小孩子，每一个小孩子叫他尿两次，然后尿尿完以后马上做超音波，看看是不是尿干净。那这样子花了五年半的时间，总算让我们找出来这些东西。在过程当中有一些辛酸，有一些辛苦，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蛮好的一个结果。对，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命名为磁记长膜？其实这是有一个因缘啊，因为大概在十年前做的时候，其实因为经费比较没有找到一些资助，所以有这个想法做不出来。那我来到这里以后，还好我们院长很支持我们这些研究计划，给我相当多的钱，所以我们可以聘请专人的助理，又买了一些相关的仪器去做。其实我们每一次出门都要带一台超音波，两台尿流数仪，其实很辛苦的。对啊，所以有这些经费资助下来以后，我们就说啊，有这样一个突破性的发展，为了纪念这一个，所以我们把它命名为磁记长膜这样子。所以是众人合心合力的成果。对对对，那另外刚刚影片中我看到一个叫丙峰的小朋友，他好像也是这个磁记长膜的受惠者，他是怎么利用这个磁记长膜得到他正确的治疗方式的？对，那丙峰这个小朋友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讲他是一个鹿角石嘛，你可以看到鹿角石其实就是如果鹿头是在这里的话，这个就是他长的脚，看这个样子很像一个鹿的形状。那这个量起来大概4公分左右，对一个小孩子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石头。那这个石头我们用微创的方法，那所谓的微创方法，刚刚跟病童心脏说，大概也是像我们这个指挥棒这么细的一个伤口，进去把这个石头拿干净了，所以这个可以看到手术后真的是没有石头了。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医生来讲，我帮你病治好了，我还在想你会再发生吗？因为我们都知道，像这样的鹿角石最常见的是感染性结石。那感染性结石很容易复发，那我要怎么预防？那我们要找他泌尿道感染的原因。那我们有一个想法，泌尿道感染最常见的是尿不干净。那我有一个世界的标准在这里，那我就来看他真的是不是尿不干净吗？因为我们发现他也是尿不干净的孩子，所以我们就教他要用什么方法来改变。那因为他年纪还很小，那我们用一个独特的一个方法，就是用阿嬷的方法，教他早一点训练小便，早一点把尿，果然把余尿解决了，让他不要那么多啊，泌尿道感染解决了，就3年多来就不会再复发这样子。所以是杨医师，你用你的细心去观察到别人没有发现的点。所以像你这个磁记长膜建立，除了像丙峰这样的孩子受惠之后，还有哪一些泌尿儿童泌尿系统的疾病可以因为这个磁记长膜获得改善呢？那我们刚才提到，我这样陆陆续走来，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说尿液逆流。因为泌尿道感染最常连接的就是尿液逆流，也就是小便在不是从尿道排出，而是逆流回去肾脏。那过去这种孩子大部分都要开刀。那我在这边因为有这样的心得之后呢，我就开始注意他的每个小细节。你是尿不干净吗？你是膀胱过胀吗？那我一个一个去给他调整。所以大概在3年前，我们一年大概都要开20-30个病人。现在最近这3年，一个小朋友没有开刀。那这么大的差别，就是因为我认识膀胱了，所以我知道这个病的原因在这里，所以我治疗这一个，而不是去开刀。我想很多妈妈在这边治疗都很开心。这是很大的功德，让小朋友少挨一刀了。对，那另外再来就是对肾积水，也有一些意外的发现。那甚至刚刚讲的肾结石，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出来。所以这一个新的概念，其实应该会陆续开展很多新的治疗的方向，这样。那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当初建立这个长膜的研究对象是台湾的小朋友嘛？那这个标准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小朋友吗？或者说你在研究过程有没有发现台湾的小朋友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小朋友有没有什么在排尿上的差异呢？第一个我们先讲一个能够被采纳为世界标准，就大家觉得都好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为我刚刚提过去的标准是几个专家坐在一起开会的结果，那当有一个新的好的实证医学的资料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采用它的。那台湾是这样，中国是这样吗？欧洲是这样，美国是这样吗？我想大概以后会有人陆陆续续发表文章出来，来肯定我们或者是推翻我们，因为我们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我们在研究当中发现台湾孩子跟外国人一样吗？那这里有一张图来看，这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国外都说啊，他们95%、97%的孩子可以尿这种抛物线的图，那像这种断断续续的图啦，或者好像尿到这里就冲不过去的图啦，或者像锯子一样的图，这些都是不正常的。可是台湾有20%的人是这样，所以一开始我是吓一跳的。10年前我吓一跳，我不知道什么原因。那来到这以后，我总算解开这个谜题。哦，原来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呢，可能会叫小孩子水多喝一点，所以他膀胱可能会胀太大。所以当这些异常图形出现的时候，也许只是膀胱过胀而已。那其实台湾的孩子跟外国人一样，都是95%可以尿一个正常的图形出来，只是说第一次我们在让他做的时候，可能水喝太多了。那这个，因为这样的结果，我们就有一个全新的膀胱过胀的概念。像国外的专家是讲说啊，膀胱过胀是你这个年纪的人的130%叫做膀胱过胀。啊，那我们后来根据这个结果，发现说，这个小孩子的预期膀胱容量，比如说是120cc， 那他超过115%，其实就是过胀。所以每一个年龄有他的预期的容量，你超过15%，其实就已经过胀，就会出现异常图形，就会尿不干净。那因为这个膀胱过胀一个新的概念，也带来我们后续很多的研究这样子。所以根据你的研究成果，你等于是更新了传统可能小儿泌尿的一些治疗方式，没错。然后甚至是不是这个也会影响将来成人泌尿道系统的疾病的这治疗方式呢？对，那因为我也看小孩子也看大人嘛，所以像我就这些事情在想的时候呢，后来我们有一天我就请我的病人，因为血尿去做健康检查，发现血尿的病人很多，这些人都来看我们，跟他说啊，你可能得癌症啊，所以你要小心啊，可是我们给他做了检查，他找不到原因，那我们后来去注意看，像这个是膀胱镜的检查，你看到这里真的有一个新的出血啊，这一个旧的出血啊，他真的是有血尿，我找到原因，那我们就请他记一个小便日记。那我们常常跟病人讲，成人预期的膀胱容量大概450到500，那我让这些人记呢，最夸张的一个病人，他小便量一次可以到1100，哇，这个太多了。所以就是说他每次都很胀才去小便，所以把膀胱撑那么大的时候，膀胱会缺氧，然后他收缩的时候呢，可能血流进来又血管就会破掉，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膀胱过胀是小孩子有，成人也有。那因为这样子，我们又有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说啊，原来血尿的人一部分，我们目前的结果大概30%是膀胱过胀这样子。所以这个杨旭帝部长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创造出来这个磁器长膜，真的是解决了很多小孩子泌尿系统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他们又发展了所谓的迷你微创的手术啊，这是在亚太泌尿儿童医学会上发表，也受到高度的肯定。我们接下来透过下面这段影片，一起来了解什么是迷你腹腔镜手术，而且如何运用在小朋友的疾病上。啊，你看呢？你看看，你有没有可爱？我们想象。很小的洞，这个都不用再缝，没有缝了，也不用理它了。所以它这样已经是算了。肚皮上不到0.3公分的小伤口，这是一个星期前医师帮瑞瑞做手术留下的伤疤。当时瑞瑞因为高烧不退，追究原因是先天性的输尿管太窄所导致，因此杨旭帝医师帮他做迷你腹腔镜微创手术来解决。你要找到这个窄的地方，过去我们就是要在腰部开个伤口，也许大概3-4公分左右，是我们希望我们在小 baby 0.3公分的伤口就可以做，因为对小孩子来讲，1公分或2公分的伤口其实已经蛮大了。一般使用的腹腔镜口径为1公分，但迷你腹腔镜口径仅有0.27公分，因此迷你腹腔镜手术只会在小朋友的身上留下不到0.3公分的小伤口，手术后疼痛小，恢复也比较快。小宝宝有什么不舒服吗？不会，他最近活动力很好。昨天吃的好吗？都 OK。
恢复很快，他下午一两点从手术房恢复室上来之后，半夜一点多就自己会爬起来了。开心的扶着栏杆，玩着玩具，手术完隔天，小瑞瑞就已经可以活蹦乱跳。这项迷你腹腔镜微创手术的发展，也同时广泛应用在疝气、尿液逆流等病状，帮助孩童解决泌尿道的问题。那我们明天再来看你了，好，拜拜，谢谢，谢谢，谢谢，来。杨部长，我知道过去传统的手术啊，可能在小朋友身上会留下一个很大的疤痕。那现在这个迷你腹腔镜手术又比传统的腹腔镜手术又更小，是不是可以更提高这个孩子的这个手术的品质？好，我想最简单，我们可以看这个图啊，你可以看到传统的手术其实像这个是做肾积水的手术，你看到其实伤口其实蛮大的。那同样的手术，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做就是三个小伤口，那这伤口呢大概都有 0.3 公分。所以呢，伤口可以说小到非常小。那跟成人比，为什么加一个迷你？哦，像这个儿童疝气，他说啊一两公分，可是我们做的是 0.3 公分。迷你的意思是说我的器械只有 0.3 公分。那因为成人的腹腔镜是大概 1.5 公分，那 1.5 公分的伤口在这样的一个小孩子身上比起来，其实已经太大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做更细一点，所以要更微创一点。所以像这样子的技术啊，可以运用在小孩子哪一类型的疾病上？就哪些孩子可以受惠？其实任何泌尿系的疾病需要开刀都可以用，比如说切肾，比如说肾盂积水、疝气等等，其实几乎都可以。那像我知道说所谓的儿童的泌尿疾病啊，其实在我们整个医学领域算是非主流啊。当初杨部长您怎么会想要踏入这个领域，而且做得这么深入，做得这么优秀，这么杰出？我想是个因缘吧，因为其实在1994年我要出国进修前，其实我只是希望我的名片上多一个虚荣的一句话，说我去某某大学进修。那没想到走进去又发现说，那个时候尿道下裂的潮流正好起来，新技术的潮流，那我踏上去，那也跟着发表了很多好的论文，也因为这样让我升了副教授，所以就一路走下去。那2000年的时候，我到比利时去进修，学儿童的尿失禁、排尿障碍，结果后来也爱上了这个领域。所以我现在是每天都乐在工作这样子。那其实就是说，其实本来您像是您应该是一个外科医生，其实可是我看你踏进的领域，比较像是内科系医师在做的一些可能你朝向希望用一些预防性啊，或者是药物性治疗，避免孩子开刀，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想这个是在工作上心情上转变了很多次哈，因为一开始是说我不要只做常规手术，我要做一些特别的。后来在想，其实不管什么手术，我如果把它做到很好，也算是一个功德。后来在想，我应该要让把并发症减少，比如说尿液逆流，为什么做了很多排尿障？因为尿液逆流，后来我们发现说，这些孩子开刀不见得都会好，反而你去把膀胱照顾好比较重要。所以我一直认为说，一个好的外科医师应该是一个知识学问丰富的医师，他知道疾病，然后知道什么时候该开刀，什么时候不该开刀。开刀应该重点在哪里？不应该做的就不要做，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杨旭立医师，他就秉持着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应该是要是知识学问丰富的医师，所以他创造的慈济长我。非常感恩杨医师到我们节目来，也非常感恩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谢谢。